这个啦啦啦啦啦，水浪来着啦啦啦啦啦！你看那个湖大水，这桥过的这么泛了，你咋的嘞？你今天一学一大炸鱼，我捡不到回家嘞，我这捡不到回家的子弹嘞，你们往往我们咱们不许呢，一往那个大锅吃呢，要那个啦啦啦啦，一个大手杖吞下来的呢，哎呦我的妈嘞，水来了，一会儿吓人呢。 干涸因为受天气影响的情况，然而就在昨晚一夜之间，瞬间成了江的海洋。这里是网红桥，平时晚上会有很多行人在这里娱乐休闲，如今都已经全部覆盖完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上游的情况，这里是大桥，这里一排都是待救援车辆，这晚就是河流最湍急的地方。 还有这边的那个桥都已经被冲垮了，你看。本想带领大家去最上游去看一下那个受灾情况和水位的情况，但是呢，这里的特警已经把上面的路段给拦住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。给大家拍一下管仲河最深的这儿的情况，因为由于路面已经被拦住了，所以说我们就上不去了。 啊，现在由恩施阿达峰救援免费救援开通这条生命之道啊！希望刷到此视频的朋友能点一个小红心啊，为这种无偿的奉献加油点赞。看这些铁啊，啊，淹完的，我的铁停到那个风雨桥这去了，这儿还好点儿。 行，西路，车都飘起来了。我吃了个茄子，今天一啥？我看到上面那个茄子，我在那里。啊。那个高兴公司今天是还赔的好的。 香格里拉，太有钱了。
后这个啦啦啦啦啦，巡浪来着啦啦啦啦啦，你看那个泼大水，这桥过都这么翻了，一折断了。你今天学一大扎鱼，我今晚把它回家了。我的姐把他回家了，这单嘞。你们往往我们家门口水呢，一万那个大锅吃呢，啷啷啷啷啷啷，一个大手杖捅下来了呢。哎呦，我的妈嘞，水来着，一会儿喝人呢。他在找啊？在找，在找。我找这里，哪里找他？找这里。